哎，你好，美女。你好。你们别怕，我不是坏人。你们是在拍照是吧？你好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们在拍照，缺不缺摄影师啊？要不我帮你们拍吧。我们自己拍，我们自己拍，没事的，没事。我也是过来玩的，反正没有其他事儿。那你是就是现在是一住过年了你才回来的是吧？哦，对，我回来都已经十来天了，马上又要出去了。马上要出去了。嗯，对。那平时中途回不回来呢？回不来，一年就过年回来嘛。就只有过年才能回来。嗯，对，来回好远啊，说远也不远嘛，但是在外面不是可以多挣点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那想家了怎么办？不是可以打电话吗？现在？那打电话跟在家里面感觉都不一样嘛。那没办法呀，那生活就是这样子。能干啊，那。确实能干，没有还好。今天就有点打搅你们了啊！没有没有，你们来了不都是朋友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谢谢。这个是个阿姨。对，我妈。阿姨，吃饭了。哎，你们先吃吧，我先吃的。那阿姨现在在下边上班，一个月工资大概多少？才2000多的。2000多啊。那现在阿甘某是有没有男朋友？有没有谈男朋友？没有啊。现在没有。他还是厉害啊，跑这么远去上班。哎，阿甘某，就是饭也吃了，我们合个影可以吗？留个纪念。我们一起呗。
啊，一起和表姐一起。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可以，那行，那走吧。